今天呢是12月12号，我要变身成小南，帮他去上课。变身，嘿嘿，还挺像的嘛。我要去找你老师去啦。小南，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有一点怪怪的呀？怪什么呀，老师，挺好的，我还是这些样子，这么漂亮。就是有点怪可爱的。嘿，老师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我犯了什么错了呢。没有，今天呢我们不上课，老师啊带你去超市购物去，怎么样？行，你走吧。走。啊，还好还好，老师没有认出，去超市。哦，我看了一下日历，今天呢是12月26号，张小雨要去帮他妈妈去烧锅做饭烤红薯。嘿嘿嘿，我变。嘿，还挺像的嘛。去烧锅，张小雨他妈妈烤几个红薯吃，再烤点苹果，烤点橘子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嘛，我都闻到香味了。我看了一下日历，今天呢是12月27号，这秘密呢要帮他妈妈去扫地。嘿嘿，那我只能变成他的样子了，我变。嘿嘿，妹妹就是这样子壮壮的。哎呀，去扫地去。我扫我扫扫干净，夸夸我。嘿嘿，我扫我扫扫干净。哎呀哎呀，我做操。嘿，萌萌，怎么了小精灵？你做的一切我都能看到，你变身成小南去上课，你变身成面面还在打扫卫生，你有什么古怪啊？我不告诉你。你冒充他们几个肯定没有什么好事，看我怎么惩罚你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小精灵小精灵，你误会黑魔王了，他其实是替我们做好事呢。对，因为我们去童话王国了，因为我们父母也不让我们去，只好让他变成我们的样子。对对对，原来是这样。对不起啊，大黑魔王，我误会你了。哼，我不接受你的道歉。哼，你还这样子说我，我生气了。大黑魔王，你别生气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别哭呀。哼，我就不想理你。还挺可爱的嘛，你们喜欢这样的大黑魔王吗？我喜欢，我要给他小红心。我也要给。